涛声依旧离不开您的援手与资助，让涛哥的声音时时伴随着您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石涛聚焦。28号，比格斯。这段内容呢，是有另外的朋友很细心的挑出来的。他的原内容是在7月6号，7月6号他录制了一个33分钟的内容。我这是跟朋友有是中文的朋友把它做成视频了，截了一段2分多钟。那在7月6号那段视频当中，他讲述了还是在讲述3.5亿人的死亡。在这期间，他就插入了对新病毒的描写，所以这一段内容是有心的人就把新病毒的部分就给拿出来，就这么来做。那因为原视频是在 YouTube 上，而这个人呢，他只录了一段，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么一段。那希望应该从视频上应该没有什么太大，因为牵扯到主要是版权问题。那我主要是版权问题，在这里面，他在讲述的过程中插了这段的新病毒是什么？是讲他的天幕，他直接讲说他 pray 的时候，他看到了 pray 的时候倒看到，有些人说天幕开了，我跟朋友介绍哈。对很多人其实是分不清楚天幕看见什么，就看见这头还看见那头，分不清楚。对，那而有要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原因。在修炼中修在自己功在师父，就看师父赋予他什么样的能力。那这些 pray 的人呢，那就看影响他的神对他影响到什么程度。朋友你可别介意啊，有些人说啊，涛哥你为什么不提这是耶稣让他看的，基督让他看的。我只讲我个人能理解的真实的情况，我不去讲其他朋友众说纷纭的内容。原因就是在有些人可以看到东西的时候，他仅仅看到就像一个画，就这么我们这么解释吧。这是电视，对不对？比如说电视是黑着的，那他有时候看到东西呢，就突然电视打开了，但他没打开，或者就出了这么一小方块，哎，就看这么一段故事。周围的环境跟真实的环境是一样，不是说做梦似的你就进去了啊，不是的。或者甚至看的东西呢，是在某一个区域里头出现了一个不可能的事情，对吧？我举个例子哈，说你看见那个花园里头突然多了个东西，啊，叫上后花园突然哎呦怎么多了一盘水果？你去拿的时候，这个水果不存在，但只说这边不存在。你要真用手去拿的时候，你就会拿没有，所以他会很困惑。哎，水果就在桌子上呢，怎么没有？所以大家不要对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，说什么呢？天幕开不什么？那做梦的不是做梦的时候是整个人你看不见自己身体了，对不对？他要真开的时候呢，他能看见自己身体，就是这头也看着，那头也看着，就这么讲吧，就这天上就像天上挖了个窟窿似的。所以在很多科幻电影里头啊，这个他那个电影的画面演的挺准确的啊，说句心里话挺准确的。这是对于很多朋友你可能你可以相信，你可以不相信，所以但他这个画面呢是控制不了，啊，是控制不了，自己控制不了。但有些东西呢，它可能会长时间影响你。就我刚才还举那例子，比如说你上后院，哎，桌子上怎么多了不少水果？哎，你去拿没有？你去端也没有，但你就看见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可能说算了，我眼睛揉揉哈。这眼睛花了，你揉完之后它还在那儿啊，它这个是这样的。那但是呢，随着你的时间的推移，有的时候就没了。这是涛哥跟朋友讲，这你一点都不悬，很简单。我跟大家朋友举的那个例子很简单，就这么一晃眼的时候，你看见，哎，不对，这画面我见过，一样。所以那个东西是每个人都有过的。现在人蠢，
你读书的过程就是自我愚蠢的过程。说涛哥你又说绝了，涛哥读了20多年书，跟涛哥自己是这么痛苦的过来，浪费了青春，浪费了生命。为什么？现代的读书不是启迪人的灵魂，是埋没扼杀人的天才，天才灵魂的部分，而灌输大脑里，灌输某种贪婪的欲望，放纵人们去占有。其实你狗屁都不会的，就不，你那狗屁都不，你看那个玩钱的、玩金融的，有几个身体好的？全都玩瞎了，全都玩瞎了。所以那时候我们开玩笑，我们那个时候，日本人传过来卡拉 OK， 所以那时候就开玩笑，日本男人不敢回家，挣不着钱。你看现在日本他为什么压力太大了？所以日本人聪明就变了别的招去放纵自己。炒外汇是日本人发明的，啊，炒期指外汇是日本人发明的，那个不是美国人发明的，很有趣儿，我觉得很有趣儿，就是在这种狭窄的生活环境中，人们。咔给蹦起来。OK， 回过头来讲这个。那他讲的这段故事呢就讲述了新病毒。那新病毒朋友咱可说好了哈。你看天意一定是人把自己毁了。绝不是天，绝不是神自己动手把人啊教训人。在人这面脏了神的手，你连神都看不着。摩西十诫，就摩西自己去看去了，跟神对话去了。第二个犹太人都没有，他哥哥都没有，他哥哥牛脸在底下造了个铜牛，牛头就是那个奥运会那个，那是他哥哥干的事儿，他亲哥哥干的事儿，背离他的弟弟，这就是犹太人的祖先。所以宗教这个。不好说的啊，说句实在话不好说的。走到摩西带着犹太人这么多人全出来了，走到神指的地方的时候只有两个人，剩下全死了。我觉得要去面对神给朋友们留下的东西。这来不来老去搬神的话搬出来了，然后去把人骂一通，没意义，没有意义，真的，浅薄。那涛哥只是从涛哥生命中能够认识到的生命的理解，那所以他讲述的其实就是非典 1.0、非典 2.0、非典 3.0， 他讲述的其实就是那3.5亿的人怎么死的。那在他眼睛里，他能看到的东西呢？他只是这一段那一段那一段那一段，就像咱做梦的人怎么接不上啊，才对不对？怎么这个大？真正厉害的人就不做梦了，他又接不上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这一段那一段那一段，当把几个梦拼在一起的时候，是个完整的故事。所以这个原视频是在讲3.5亿人的死亡，然后他就看到了病毒，然后他就提到这个病毒呢是一波人，就是跟中共非2.0是一样的。然后他说呢，跟他又看到了好像跟这个中共病毒没关系，因为 COVID 的那个病毒就在同一个实验室的角落里。那我觉得这是他理解有关系有问题。如果没关系，那个病毒怎么还在那个角落里，在那个实验室的角落里？然后他就提到是针对胖子来的，主要是糖尿病等人，来人们现在很多健康食品，对不对？减肥食品，他大概意思是这个，他就说那些肥胖人将会出现麻烦。当你吃药的时候，当你注射东西的时候，是不是注射胰岛素就糖尿病啊、富贵病哈、啊？他说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他们可能研究出来之后就把胖子给毁了。那把胖子给毁了，跟所谓大重置的概念是类似的，就是他们要淘汰那些在他们眼睛里不配为人的人，就身体不好。然后他还提到瘦子可能会留下来，
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说法，就是、啊、很奇怪的说法。那他的问题就是，他造出这病毒靠什么方式去传递呢？所以我听了半天，听起来就是好像靠药物，靠这些东西，或者靠一些啊、疫苗打针吧，就这大概是这个。但他的讲述的概念就是第三种病毒也是人造啊，也是人造。所以我眼睛里看呢，现在的人就是人坏，都是按照人的自我发展、自我表达，他理解不到说人造的一切是神透过人的手干出来的，而坏人就像魔透过他的手干出来的，就是人从来没有说了算过，对吧？包括你的思想，包括被教育的过程是一样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觉醒主义的一切就跟精英概念一样。那在而在巴黎的这个开幕式上表现是什么呢？表现的是完全的崩溃，对不对？完全的崩溃，完全的这种魔化，所以根本不是无神论，他信仰这些鬼魔的。那基本上我就跟大家介绍这段故事了，因为不我跟大家放一下这段内容，他就预示着这一次病毒，但他没有说时间。里面呢是一个女生的配音，我尝试着，我觉得是应该可以，应该没有版权问题。告诉你们，这是神向我显示的警告，非常紧急。我在深入祷告时，突然神打开了我的天眼，我进入了另外的空间。我在另外空间看到了一个会议，由于我所看到的事情的性质呢，所以现在我必须非常谨慎，我得想想我怎么来传达比较好。我会把我看到的传达出来，但是呢，我想说的是，我希望你们能听懂我的弦外之音，因为我要保护我的家人，我看到的事情会伤害到我，会让我处于危险之中。现在呢，我们开始吧。我来到了另外空间，我看到了一个会议正在进行，那些人正在注视着下一个病毒。这里呢，我插一句，布兰登说让大家注意他的字里行间，让大家听弦外之音。那么这里他用的是下一个病毒，这个意思是不是上一个病毒也是来源于这同一群人？布兰登接着说呢，我可以看到这群领导者的头像，但我不说他们是谁了，他们正在谈论，肥胖症大流行已经超出了人类的想象，而这种大流行是人为的，不是偶然的。你们记得我曾经告诉过，我看见3亿5000万人将会丧生，但我当时不知道，我以为会是某种类似于 COVID 的东西，但是神让我看见了一个实验室，我看见了人工智能和计算机技术正在创建一个超级病毒。在这末世的时刻，他们正在利用人工智能来创造比 COVID 更加危险的东西。我看见 DNA 链像计算机代码一样运行，但 COVID 的链条，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，我只是把我看到的告诉大家。这时 COVID 的链条明显在另一边，几乎没有被使用在这个新的 DNA 链上。布兰登说，他们把从高血压药物、糖尿病药物中提取到的基因拼接到肥胖病毒中，他们正在让这种病毒变得更加完美。非常瘦的人，那些在意自己身体不超重的人，吃对的东西，保持良好身体质量指数的人是安全的。他们身体里呢有一种免疫力，说不清，但是可以抵抗这个病毒，不会被这种病毒带走。我现在这么说你们别害怕，但是那些依赖糖尿病药物、高血压药物或者高胆固醇药物的人，反正这类人吧，他们。所以大家听明白了，第一是那些吃过药的人，肥胖病、糖尿病跟这个高胆固醇，吃过药的人将会遭到袭击，他的方向很清楚。第二，他知道谁在干，但他不敢说谁在干，就是现在的控制者。那谁能控制这样的实验室？跟中共病毒实验室一样，这人类社会中最顶层的人，而他突破了国界，突破了一切，他怕自己受到威胁。这就是我只能说，这是一种非常大的疯狂。如果他有本事可以看到，但他却没有能力说出来，为什么？所谓那些领导者的背后的力量，他看到那些人的背后的力量，让他感到恐惧。如果他可以用祈祷的方式求得神的保护，他为什么不能
同样以同样的方式让神去支持他，让他把真相说出来，他不敢。我希望朋友能听懂我说的意思。里面那个人加了一些东西，就是增加，不是布莱登说的，说什么叫上一个病，什么叫下一个病毒，是不是上一个病毒，就是就加这么一段评述。那我就跟朋友们介绍这些，感谢朋友们的支持。